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在哪里？我们来送只有礼拜六才有的麦块。Hello，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闪闪。大家好，我是闪闪。今天我们要来跟闪闪两个闪闪三个人呢，一起来玩麦块，一男一女孤岛生存，耶耶！嗨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这样子很令人混淆嘞。我们今天一大早的时候，先来决定谁到底才是真正的闪闪好了。好，哇！首先，左边这个长得比较不像闪闪的是一号，那右边这个长得比较像是闪闪的是二号。那我们第一题，首先你们一人。讲一个讲一人有十秒的时间来告诉我，来说服我说你是闪闪，动手，一号。好，我今年才16岁。OK， 好，下一位。好，这个怎么看都是闪闪，会打嗝，会打嗝的这个。再来，我们进到第二题的环节。一人说一件只有闪闪还有我，我阿神本人，我们两个人才知道的事情，动手，一号。好，我看过你。特别长跟特别短的地方。好，我没有特别短的地方。来，二号，动手。二号，阿神同居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而已。左边这个才是真正的闪闪，闪闪跟我。真的吗？闪闪的，闪闪的，他现在人就在我后面的床，不是我楼下。今天嘞，我们要来玩麦块孤岛生存，这是一张老朋友做的地图啦。对，这个老朋友是谁？ Yeah. 大家有没有看到右手边大大的两个字？饭桶，没错。耶，说你饭桶又回来，不是我啦，饭桶又回来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大概在一两年前的时候，饭桶好像就说他不做麦块地图了。但是，我呢，刚刚就发现，在巴哈姆特上面，他有在制作新的地图。嘿，饭桶做的一男一女，没有一男一女啊，孤岛生存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三个人就要来玩这张地图啊。那就一样，废话不多说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礼拜六多出一张麦块地图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什么东东，很久没有按的那个东东。你就是在讲你，你怎么从我的下面看上来，很奇怪呢？大家大大的喜欢，要给他揍下去呢，吼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大家要是有脸大大的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在我后面的床上啊，好不好？就跟闪闪一样，就跟闪闪。Oh my god！ 对，很多人大家一起到。我的床很大，大家要一起躺好吗？来，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地图怎么玩好了。求生继续，这是一张地图，求生记是一个孤岛生存的类型的地图，需要透过收集、采集、讨伐，修理好我们的船只，离开这座岛屿。好，在岛屿上面有走到新的地方的时候，会有前人留下来的生存技产业，也许能够给你一些提示。注意，书本丢弃后再也无法获得。好的，第三页， oh no. 这张地图嘞，可能有一点点给它困难，需要多尝试几次才有办法通关，但如果还是脱不了的话，可以尝试看看简单模式。好的，先简单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三个人呢、啊，右边的书是一模模一样样的，旁边这边有设定字、哦，我先进去给他看看好了。好。旁边这里有加入游戏跟加入玩家跟一个加入旁观者，我们通通先加入游戏呗。对对对，好，旁观，你要去哪里啦？这里啦。那旁边好像有难度可以，上面有不可能的难度哎、欸，来个这个好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好，简单模式好，简单模式好，推荐第一次游玩的人去选择第二次或第三次再选困难。好，我们就来个这个简单模式。好，那舒服。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准备 go go 喽。来，蹲下前往大厅。来，大家大大的喜欢点了没？床上了没？被子要盖好哦。准备喽。3, 2, 1 ，ready go go！ 求生记第一篇章倒数3、2、1 ，go go！ 如果这个是一男一女生存的话，那你是不是一男一女还有一个不知道这是什么家伙的生存？我这边捡到一本书哎、欸，我们是从车子、我们是从船上面下来的。我在这边找到了，可以再回去吗？日记可能已经坏掉了，旁边有写那个旁边写按右键修复。好 ，Day One 上面写看一下书啦，好不好啦？拜托，我刚才有书。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是什么东西哦。船上需要修复材料，只需要对告示牌按下右键就可以查看这部分需要多少的数量。如果数量足够的话，就可以修复船只。后面看起来太破烂，没有办法掠夺，你是不是不识字？好，那看起来我们的船好像爬楼梯的时候怎么有点顿挫感啊？怎么有一种奇怪的顿挫感？下楼梯感觉起来是正常的。那我们这艘船感觉要修的地方很多这边要旗帜，然后旁边这边要灯火，然后这边需要船舵，正前方需要船手。我们的船是烂掉了是不是啊？太多东西要修的吧？这船是烂掉了、哦。
酒桶也要修，甲板也要修，甲板要修，我是能够理解。修酒桶干嘛？酒桶，我要喝酒啊。好啦，我们这边已经有饭桶了，还需要酒桶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来上去孤岛上面去看看，孤岛上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吧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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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那受伤会回血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们的血感觉还蛮多的了啦。哦，找到一本书，晚上了晚上了我们到沙滩上了，这边有一本书，沙滩上似乎存在着可以用得到的道具，也许可以来做一些有用的工具。后面看起来还波澜哦，没有办法阅读。他说：“沙滩上的工具是什么工具啊？”哦，这个东西啦，这个东西啦。哦，看这，我还以为是海龟耶。你说把海龟举起来吗？对啊，今晚就决定吃你的肉了。我这边拿到了一根木棒，这边有那个这边有一个小银碟，这个就是他说的前人留下来的东东，是不是？好读书哦。我看一下下哦，旁边的讲台上的书，貌似是前人留下来的合成表。好的，我先把书稍微收一下下好了，把它收在正上方。那这里合成表有38页哦，它是都是特殊合成呢，都是特殊合成呢。两边好像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两边都是一样的。像我们正前方好像有热热的东西。它是不是在喷着热热的东西？好，我们先。不要看那个地方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合成表，可以帮我们合成什么东东？空气甘蔗加木棒，空气正下方是合成的九宫格，然后 S 是木棒 ，C 是甘蔗。我们刚刚好像有找到甘蔗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海滩上去找找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好了，好不好？已经 day two 了，第二天呢？我们第一天做了什么？那个热热的东西，这边有个甘蔗，热热的东西会消失吗？ Yeah. 不会消失这边还有个木棍。会受伤吗？应该是会受伤了。会！水里有毒，水里有毒，什么东西好危险啊！水里有毒，救命！好恐怖哦！这里有座塔，这里有座塔，说到高塔，各位知道我 FF 那个下半年2022下半年要出新的本本哦，扯得下的本本啊，大家有兴趣去我听的看看哦。好，说了这么久，我们看一下这座塔上面写了什么东东啊？这座塔貌似能够躲避怪物的追击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就不一定了。好，所以是躲避怪物追击的塔。那旁边这边有一个农田嘞，我们光是看这个岛上的东西就已经够累了。这个农田底下貌似有什么东西，感觉热热的。好，热热的，底下有什么的？哦，这边有个洞它可以踩吗？它被这烧起来，它没有办法踩哦。下面有箱子啦，箱下箱。我找到了一个日月站等一下啦，我找到什么东西啊？纯净之水，你们是跑去拿水？你的水可以碰这水可以喝就是干净的水。变阿姆，怎么会？在下面一点有毒，然后上面一点是纯净的，是这样。包含着纯净又包含着毒的水哦。好，可以来可以灭火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下面有东西哦，这下面有东西哦，下面有一个，我把书拿出来，下面有一个汤汤汤汤汤汤，不要，为什么要凋零骷髅啦？哎呦！等一下，我们的东西都还没有做出来。这是谁？来找找 ！RE！重新来！我发现我们读书的时间太长了啦。等一下，大家就跟紧我的屁股，然后我做什么，你们就跟着我做什么，好吗？好，那准备好的话，我们的第二周末要开始了，准备了 ，2 2 1，好，来 ，Go Go！第一篇章 ，Go Go！ 求生记，刚刚前面通通都给忘掉，通通都给忘掉。这个记忆重现，来，后面是一张我们落难的船，那我们捡到了这本书，这本书可以直接丢到水里面的，不需要了。那接下来上到这个地方，直接丢到海里面，这个东西不需要了，我们要快速收集一些东西，等那些怪物出来之后就来不及了。来，我捡到了两个甘蔗，我发现甘蔗好像可以做奇怪的东西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上一集的记忆。我们捡到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捡到了这里，有一头拉库的东东，我缺一根木棒，你们有看到另外一根木棒在哪里吗？木棒吗？是在找下面有个箱子，想想帮我找到了另外一个木棒的。走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发现前人留下来的这个书架。那我决定把这些书全部通通丢到海里面，不要问为什么。那我已经准备了这些东东了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用合成台式这个东西吗？我来踹踹看好像可以摆成斧头的样子。有了，闪闪，我任命你为战场女武神，请你带着这个东东。然后我这里有一个，我这里有一个什么战武帝的东东，你。
可以给他带起来。他说干掉两个烈焰神之后必定掉落烈焰感。好，这个东西交给你。那旁边这里有猪，我好像没有看过他的书，上面写猪在岛屿上一到白天就会以非常快速的速度生长，看起来还蛮可怕的。 OK， 好，那把这个东西丢到水里面。接着我们趁现在大白天，我们看看可以做些什么东东。闪闪，你的斧头可不可以？哦，甘蔗，我还没读，我就直接把它丢，可以打，可以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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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需要工具，我们需要工具，我们需要工具。那你再砍一些些，你再砍一些些，好，黄昏了。我们随便找一个下去吗？好，先种下去好了，先种下去好了。我们先随便找一个地方前进好了，这里看起来挺危险的，这个水有毒，有毒。我真的很会跑酷嘞，我真的很会跑酷。我又捡到了一本书，这是打 boss 的，我们要打 boss 吗？先不要好了。现在不行，那不用走吗？先不要。好，我们回去。晚上了。小，我觉得我们的食物资源感觉也蛮需要的。哎，话说斧头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把这个旁边的这个小麦给采起来啊？看看你可不可以做？试试看。你踹出来看了，闪闪，你也闪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中毒了，不是我有病啊！你还好？是有病，我那个我打他，揍他，揍他！可是你们，我掉了一根，什么掉了一根啊？好，烈焰感啊！那斧头给我，斧头给我，我来，交给我，换你，该是男人上场的时候了，该是男人上场的时候，我们吃吗？不行。男人先上，男人先把事情解决好。好，啊哒哒哒哒哒哒，烫，好像有人要死了哎！你好烂，解决了一根，那有了什么？我好烂，我没有打到我的那一根啊！好了，那猪猪的话，猪猪吃什么会变大？是不是吃那个？是不是吃这个会？这个马铃薯，我们是不是要先种它？是不是要先种它会比较好一点？把它种下去，好。开始比较糗一点点啊，这游戏进展的速度真的是还挺快的哦。那我们为他们来吃吃好了，为他们来吃吃，给他们就是有机会可以繁殖长大。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想干掉他们的肚子好饿哦。他们有在生吗？生小 baby 有送子鸟的礼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像是牧场物语一样，小光你帮我种一些东西啊。嗨，我们今天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来去找木头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我眼前那边有一大坨木头，你有看到吗？那里，那个可以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的船，我们不是要修好它吗？我们的船，我们不是要修？你怎么在外面呐？带。哦，这里有火哎！等一下，各位，可以烤。第二天我们有猪肉吃了，耶！第二天我们有猪肉吃，哎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啦，前世记忆啦。第二天晚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黑黑的？哦，对，看到了，来了，救！来了，也掉进地，看到了，一只，两只，等一下，水啦，我空手呢，闪闪好强哦！啊，那个一直在叫的那个在干嘛？那你这个笨蛋，叫我。我看到这个笨蛋了，怎么跑回来了？这个笨蛋了，他沉下去了啦。好啦，你就在下面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猪肉烤好了没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猪烤好了，一人一个。好，一人说一句好话，各位，一人说一句好话。你好帅啊，谢谢，恭喜发财。好，没有用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我来，猪你好帅。好，我们来去找木头啦，我们去过那里了嘛，对不对？冰的那个方向走过去是 boss 的，哇，那上面好多竹子哦，有空岛哎。对，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吗？好，这座塔上去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旁边这边是一个岩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洞窟哎。哎呦，哦，洞窟，看一下下，这个洞窟的物资在某些时间点似乎会重生的样子，可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十字镐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挖它。先不要下去好了，上来啦，回来。Day 3的，我们来去旁边的空岛看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去旁边的空岛看看 ，Day 3那里有什么东东？小心不要跳到那个水里面，有毒，好不好？有毒。这里又有，才刚说完，这里又有 boss 哎，这是什么东东？这个祭坛貌似可以重复使用，在脑鬼身上貌似有修复我们船需要的材料。也许试试看诅咒之剑来杀死，掉落率会更高。好，我们之后可能要做诅咒之剑。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多地方哦。交换吗？这个祭坛貌似可以重复使用，需要一些东西才能够交换。三个绿宝石能够交换三个凋零骷髅，何必呢？晚上的时候就会生锈。木头。对啊。
木头砍吗？这里是那个伐木区，伐木区。这个木头貌似可以变成木棒，木材是附在上面的空岛上，好像有浮云可以踩着上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每一个人先那个好不好？每个人先，对，先有斧头，这个样子大家就能够回去做吗？保护自己的能力了。走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空岛交给 default 的我们，好不好？空岛交给 default 的我们。走，我们有武器，感觉起来比较稳一点点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游戏，我觉得一开始应该给大家一点探索的时间，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太赶了，觉得太快了。对，你一开始给大家一点时间，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岛上有什么东西，读本书嘛。他读书的时候，很像白斧头的那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你们需要一点甘蔗，需要一点甘蔗。我需要甘蔗。你拿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我这边有甘蔗。马铃薯好像这里里面的给你。哦，谢谢你。我这里的马铃薯好像有多很多哎。我先来去喂猪猪好了。他说白天的时候会快速生长，对不对？来，猪猪近亲繁殖，用力，用力，近亲会回去哎。对，乖乖，好像白天的时候它会快速长大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小猪会不会变大大猪？它是变大大猪哎。还是哦，没有，还是小小猪。好，我们就等。我们刚刚喂的那一只好像变大了。对，速度很快啊！趁白天的时候还没有白天，快点！好像白天有魔力，它会长很快。白天好像会长很快，趁这个时候快点种。哎，又这个夜神又出来了。什么什么什么烈焰神，干掉烈焰神！你们现在有武器，你们现在有武器了。不敢啊！什么就不敢啊？好了，一起去。没有血，我考个马铃薯好了，走。好，我会躲避哎，暴击！再见，暴击！有了，轻松有。哦，帅气，就交给我！暴击！再跳进去岩浆打他！不要，神经病哦！过去！打过去！碎啦！有了，碎啦！好啦，我们来Day 队的晚上，我们来吃个胜利的马铃薯吧，好不好？耶！马铃薯，你后面什么？吓死我！刚刚那个游上来的，那个是游上来，马铃薯跳起来了，来，一样，一人说一句好话，各位，嗨。还是怎样？这样好啊，很漂亮，不要乱呆住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合成表，下一个要合成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做稿子哎，还需要它需要甘蔗哦，我们都有。然后猪猪也长大了，猪猪也长，甘蔗也长高了。哦，这个游戏就是需要第一天就是稳定住之后，至少有武器之后，你就会稳了。我觉得真的好。那我做一个十字镐，我们来去矿坑旁边那个，在 day two 的时候，day two 的时候有找到一个小矿坑，我们下去探索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喜欢这个作者那种冒险的感觉，有一种慢慢推进那种 feel， 有没有？真的有哎，或许升级好。吃个马铃薯，然后采收个马铃薯，我们之后可以。你还有甘蔗吗？我都种进去了。我任命你为食物大臣，欸、你需要来就是把这些食物，就是之后他能够采收的时候，你就要采收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那闪闪，我任命你为繁殖大臣，你我要生小孩吗？不是，你要让小猪生小孩，你要让猪猪们生小孩，这样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猪肉可以吃了。那我呢，就是总督大臣，那就麻烦闪闪晚上麻烦都来到我的那个房间，就是听取一下报告，对不对？放你的床上？没有啦，房间呐，旁边这里有熔炉哎，熔炉有东西啊，没有东西。好，走，我们进到洞窟里探索看看吧。Devil， 探索时间。退休，真是退休过后真的肆无忌惮在乱讲一些话，真的。我以前好像都不会乱讲这些东西。有的，对啊，至少26给我吧。啊，不知道，我还没退休。你说的26是来我房间吗？对啊，你说我赚血。有钻石可以挖了吗？我们需要铁，我们要把铁烧出来。我们这边有煤炭，打那个黑黑的家伙掉的。那我们等等把这个煤炭丢进去呗，好不好？丢进去。好，刚刚说到那个爬塔，说到那个本，说到那个 FF39还是38，就是今年下半年的 FF， 那个要成年才有办法买哦。那个没成年的话就没有办法。你可以问你妈啦，妈，我想买。不行。对，所以不行买了。哎，新的怪物，哎，每一个晚上都会出现不一样的怪物哦。救命！我来干掉他了。好，那个黏黏的东西交给你来拿。好，我们这边挖了一些铁，我们先把这些铁烧出来吧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些铁烧出来。这里有煤炭，然后这里有铁原矿，把它丢进去。那我们顺便来看一下下一个可以合成的东西是什么？下一个我们可以合成甘蔗剑，有人要吗？不要，感觉很垃圾，用斧头就好了。再来下一个甘蔗头盔，谁要甘蔗头盔啊？直接略过好了。可是甘蔗的耶。
对啊，很神啊，感觉好像挺可爱的哦。好啦，吹吹看啦，好啦，吹吹看好了。好，那个食物大臣去搞食物，然后繁殖大臣你去繁殖，我当植物大臣好了，好不好？之后农田就交给我，农田就交给我。哎、欸，发现猪猪好像都会在外面生出来、欸，哎、欸，有时候猪猪会在外面生出来，有啊，有生啊，已经变那么多只了，已经变那么多只了。没有，我说这个马铃薯，马铃薯，这谁的问题？食物大臣，好，啊，食物大臣，我的问题，我命令你，我命令，我命令你，你被驱逐在这个岛屿外五秒钟，出去。五秒吧，哎呀，不是，我说驱逐在岛屿外哦，你不能够站在这个本岛屿内哦，驱逐在岛屿外。这样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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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说海里面，海里面五秒钟，毒了啦！好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耶、欸，这个游戏玩起来真的蛮好玩的、欸。好，接着，我们来做个甘蔗套装好了，好不好？欸、这个好了，退休游戏。哎、欸，旁边有那个呢，旁边有箱子可以打开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了一下甘蔗，哦，甘蔗。抽出来变黄金，原来这是黄金啊！原来是黄金。等你一下，你以为我要做裤子吗 ？No，No， 、no, 只要不是 PVP 的系列，我就不会去穿那个邪恶的东东啦。哎、欸，你们谁还有一根甘蔗可以借给我啊？一根。我有。好，我有两个。我不要你的甘蔗，我要这个甘蔗比较甜。哎、欸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个试试。怎么是糖啊？闪闪跟他笑到消音耶、啊！哎、啊啊欸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变成糖，我不知道。Oh no！ 我去看我的铁了，然后我去看我的铁了，我去看，哎、欸，六个铁，我不是才放一个糖、欸？我不知道啦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先收起来。什么？也许等一下我们用得到糖嘛，对不对？我再看下一个合成表。下一个合成表是铁质头盔、铁质胸甲，我们就直接略过这个吧。钻石，我先下去挖钻石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这边有铁，有甘蔗哦，有铁有木棍了。我先来做一个那个铁的十字镐。你们要陪我下去挖东西啊？你们在上面帮我采一点木头啊，采一些东西，我下去挖矿好不好？我下去挖矿。好啊，好。那你们帮我收集一些一般的资源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加油加油！我怕怕。我们开始可以散开来了，开始可以散开来了。哎、欸，你还被打？我被打了，恐怖哦！哎、欸，食物大臣，我肚子饿了，我需要点东西吃。他都没有在繁殖。他都没有在繁殖。对啊，繁殖是你耶，繁殖大臣。对，好像是耶。繁殖的工作是你。我都没有拿到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已经 day six 了、啊、，day 六听起来有点好笑。day 六，我的食物呢？我决定要干几只猪来吃了。对不起，繁殖大臣，我要把你家的小孩，我把你家小孩，好不容易让他们长大，哎，我要拿来剁来吃了。谢谢，通通剁成猪肉，通通剁成猪肉，喝甲，然后我们的甘蔗这边也好的差不多，甘蔗长很快啦，哈、哦，甘蔗长好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长那么慢？它的对啊，这长好慢哦。你说木头吗？这个是马铃薯，马铃薯哎、欸，马铃薯哦，马铃薯是不是要等早上的时候才会好？要等两天呢、欸。也许，好，那甘蔗再给它种一种，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？哦，这个是那个啦，这个是不会中毒的水啊！你在那害怕死？哦，我很害怕，很怕中毒啊！这里有一些食物啦，如果你们大家肚子饿的话，可以来吃，好不好？我先来把我的鞋子给做出来好了。你刚不知道为什么鞋子发生这种事情？有了，鞋我没有衣服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自己？欸、哦，对了，我是甘蔗大臣，我拿不到，我甘蔗都给你们了，我没有出去了。那食物呢？我给你甘蔗，你要给我食物吧？食物呢？啊，食物有，等一下给你，没问题。食物呢？我的衣服哈，好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来，你要食物来这边哈。这个猪肉我也分发一下。来，这个猪肉给你，然后闪闪，你怎么可以抢了别人家的工作啦？因为他不做，他那么懒惰啊。那慢一点，我在做啊。你繁殖的工作做了没？闪闪。我给他们吃完了。你到底是想哪一个了？走，今天呢，我们再去这个地方冒险。这个第六天的晚上哦 ，Go Go， 大家武器拿好哦。前面这里看起来挺恐怖的哦，跳了一本书，等，跳了一本书，上面写说这个桥坑坑巴巴的，好像桥底下藏了什么东东，甚至。我、哦、藏的也太显眼了吧！有一个暗黑凯撒吞噬，可以再中二一点没关系。当此道具被存放在背包时的时候，自身极弱，三只凋零骷髅必定掉落灵魂火把。好的，哦、
先带着好了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哈，也许之后游戏中后期会用到。我刚刚拿到灵魂火把，他就说哈哈，你现在没有灵魂祭坛，你不能拿，不能够使用。哦，这边有黄金哎，这边有黄金哎，有炭呢。好，我们采一点点好了，这边有黄金，我先采一点黄金，好不好？先采一点黄金，有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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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这里有个洞窟，要不要下去看看？另外一个洞窟，走。下去冒险看看这个洞窟里面有什么洞、啊、绿宝石，铁的没有办法、哦、铁的没有办法挖、啊、好好多又一本书，又一本书、哦、太多书了吧，这是什么书，我看一下下哦，上面写说、啊、看错了，哪一本书啊，到底是哪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吗，嗯，不对，不是这本书，蘑菇蘑菇，棕色蘑菇，棕色蘑菇，棕色蘑菇，貌似需要钻石以上的工具才可以采取，好的、哦、决定把书稍微收一下下，真的是有够乱的，乱七八糟的，好的，那我们没有办法用钻石的工具去采它，因为我们现在钻石不够，这里好像是哦，这里可以换东西耶，又有一本书、哦、这个祭坛貌似可以重复使用、哦、好，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祭坛很像，一个罂粟花换两个洞穴蜘蛛，好的，没有这种东西、哦、再继续、哦、这是什么地方，我钻石水啦，水晶洞洞、欸、水晶洞咧，重生时间需要很久，所以我们前期可以来的话就需要快点采一采、哦、好，那要怎么采去，它好像是需要那个钻、欸、石的工具才有办法采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、oh, no. 那我们往回走吧，直到这座洞窟走到底，有一颗钻石再加上很多很多水晶，这里要不要上去看看呢、啊，跟着行走、啊，哎呦，哎呦，队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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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这是一个独洞窟，里面就很多很多蘑菇，搞不好之后这是为什么那么奇怪？食物。哎、啊，带，这个为什么那么奇怪？这可以挖吗？我、哦、这可以挖、欸，哎、欸。这是什么平滑石头，你们还有看到在干嘛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合成的材料吧，先带走吧，先带走吧，好走，那我们就回去咯，回去回去、欸、已经第七天的白天了啦，已经第七天的白天了啦，我们今天这个七日杀第七天不是有僵尸吗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岛上一个礼拜了，没玩过啦，已经一个礼拜了、欸、黄金重生了，黄金重生了，把这个带走好了，也许我们等一下还需要黄金，好，那资源都采的差不多多了，等一下下我们就先回去做个钻石工具，哎、欸，这可以采耶、欸、什么，这个橘橘的红沙，红沙可以采，对，红沙可以采，那可以干嘛，我不知道，看到红沙就先采起来，反正有什么东西采就对了，等一下需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，有怪物，有怪物追着我，有人知道这首歌吗？好，没有，有点老。有怪兽，有怪兽啊，没听过啊。有怪兽是什么啊？没听过啦。哎、欸，食物大臣，做你的事，繁殖大臣，做你的事。做事了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去顺便喂猪啊。哎、欸，怪物，怪物，我在打了，打怪物啊，都我在打。不是，我们这里有两只，哎呦，我这里好多只啊。哎呦，不要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说我没有办法获得灵魂火把、欸，哎，我也是、欸，对啊，我也是啊。好了，那就算了啦，不要了。小朋友才要那个东西，要嗯，小朋友才那个东西。好了，那个我来甘蔗大臣，哎、欸，我把东西给他弄。有喂他了吗？有在喂了，你看。好的，好的，哎、欸，再来哈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东东。先来做个钻石镐杯，好不好？来做个钻石镐杯。你们有去采木头吗？有啊。钻石镐不是这个样子做的，等一下下，钻石镐怎么做的？钻石镐修炼杆哎，做法不一样哎、欸，两、哦、根哎。你有一根对不对？我这里，我这里，封我一根啊！欸、不是、欸，我的肉，你的有点粗嘞，有点，你的那根有点有肉色嘞。你那一根是肉色的，我的肉肉的。你那一根是肉色的呢？哎、欸，也没有错，也有点奇怪呢，闪闪。哎、欸，做了哦，他的名字很奇怪，他叫做创圣天麒麟天命封印镐。好难念、哦！等一下，你们必须得看看到底谁想出来的，来看一下下，来，请跟我一起念《创圣天启灵》天命封印镐。Oh my god！ 好，我拿到了这一把《创圣天启灵》天命封印镐，我们要把这个《创圣天启灵》天命封印镐拿去做什么？拿去，这里有红沙，挖掘的动作，对，好，那我就下去一趟了吼。这个铁应该也好了。对，我下去顺便，哇、哦，好快！创世天麒麟，天命封印镐果然很强。那你就是我们的挖矿大臣啊。对，下面的钻石还没有重生呢、欸，钻石好久哦。你知道你身上会发出一些奇怪的闪光吗、啊？你是说好中二、啊？你说创圣天麒麟天，你要不要我拿来看？你看那个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拿给你看，你看、哦、我看到我自己看得到啦。我看到了，看得到那个真的好很 bling 很 bling， 你要拿着、哦，你要拿着，你没拿着，我拿在珊珊那裡，哦珊珊，哎、欸、我找珊珊，
创世三人在那边塞有没有？创世天的创天启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字幕师傅都很烦。还你，我不想这么亮。好的，我们还没有哪个地方还没有探索过。好，今晚先大家先休息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合作诅咒之剑，赢了。空气烈焰感加上金锭，有没有那个啊？我们需要那个啦，我们需要那个啦，烈焰神啊！你后面啦，小心啦！好多怪物啦！你要什么啦？烈焰感的，我还需要那个棍棍。在我这里，我这里还有三根。我怎么这么多根啊？我打很多的。我不是要肉色的那个，你床底下藏好就好，不需要拿出来。乱讲哎！我跟你看哦，上面两根棍棍加上一个金锭，我们有哎。金锭哦，他需要烧，我身上也有，他需要烧，那我们通通把它拿来烧好了，通通拿来烧，烧，哎，我已经有了，哦，打那个掉的啦，打那个黑黑的，凋零，对，诅咒之剑，大家要不要多做一把哟？我这边可以哦，好，行，两把诅咒之剑，那个给闪闪女战神好了吧？烈焰感金锭，好，小光这个交给你，这个是暗黑凯撒诅咒之剑，它能够得到哦，用这把武器能够得到更多物资哎，这个不能够乱用，这个不能够乱用，这个是必要的时候才要用的，对，好，这边有钻石哦，烈阳之心，它需要金锭、紫水晶碎片，走，我们来去找紫水晶吧，好不好？来去找紫水晶。话说，如果我们拿这支诅咒之剑去收成，会不会也可以拿到更多？是，我是觉得有点浪费啊，感觉像是打怪的时候去用会比较好一点。哇，我顺便烧一下这个铁，把这个铁给它烧一烧。好，走，我们来去旁边那个洞窟，是这个洞吧？对不对？是这个洞。这里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到那个空岛那个洞，我们要去挖那个绿宝石那个。对，中间的那个诅咒之桥。哎，我说食物大臣啊，有刚收完又长出来，怎么可能？这不是讲废话？怎么可能？只收两一波啊，这个又一波，好多猪太拥挤了，猪太拥挤了，必须要可以塞一下了，人道毁灭一下了，各位，人道毁灭一下了。哎，行，哎，我正在人道跑出去了。好，你们在外面人道毁灭吧，好不好？在外面人道毁灭吧，我在这里面干猪，好不好？用力打猪，哎行，好，哎，怪怪的，哎行，哎行，哎行，好，那这里的肉20个已经好了，这边稍微煮一点，等下晚点再过来背。好，走，在第九天的我们呢，现在装备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了，搞不好时时刻刻随随便，我的中文是怎么了？搞不好等一下下就能够打王的。走，我们来去洞窟里面看看洞窟里面有什么洞吧。Go 绿宝石，干豆哦，再来，挖了。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个啊，哎，蘑菇干豆，好，我把这个菇菇给它采一采哈，你们就在旁边有汤可以喝。这个蘑菇需要钻石采采，是多硬啊？我是不知道多硬啦哈，但是我知道我水都没有碰到，我好猛啊，硬男好不好？超哈口，软男，天哪，这什么软男？是说你很温暖的意思啊？哦，暖男啊！哦，对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承认你是暖男啊！我是暖男啊！我是暖暖男哦，是暖男，你是暖男。哎，你看看可不可以？哦，他要钻石啦，要钻石啦！好，我们趁现在还很早期，快点把这个敲一敲，感觉后面如果还需要的话，需要再过好几天才有办法过来这个地方。好，那都踩的差不多多了，这里的钻石还没重现，钻石真的要很久。真的要超久的那种，然后我发现创生天启灵天命封印稿，它不会有耐久度的问题，欸，超猛，欸，太扯了吧，超猛，欸，超猛，欸，好，那我来吃个生肉，真正的硬男都是直接啃生肉的啦，有什么的，哦，不要这么的浪费吗？我很哈口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猪肉是不能生吃的吗？其实猪肉真的不能生吃，我跟大家讲，如果去吃火锅啊，猪肉这种东西生吃的话，会有好像会有心丝虫还是什么东西，对，那种虫啦，好不好？会直接爬到你的心脏里面，搞得你心脏乱七八糟。我都讲认真的，所以不要乱吃，真的，对，真的不要。嘿，烈焰神，牛肉的话可以生吃哦，牛肉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猪肉真的不行，猪肉一定给它煮到全熟，好吗？各位，一定要熟到不能太熟，好。哎，天哪，我真的是很会打烈焰神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要交给你们打猪一下，别气哦，他都没有掉烈焰感啊，对不起。对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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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谁把我这4块猪肉偷走的啦？哈，我把它放回去了。
啊，我是不是放回去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这样子我要无赖熟，我要熟的。你刚刚是不是叫错人的啦？好，我现在下一个，我们要做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一尖两直啊？珊珊，等一下啊，都是在你身上啊！没他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各位，这一定是分配的人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冷静点，我要来干大事了，我要来做烈阳之心了，好不好？烈阳之心。听起来有个中二的，一个中二，金锭，我猜他需要超多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、，A 需要两个 ，OK， 煤炭是 C 是不是 ？C 在中间，然后金锭需要六个金锭有，我知道两个，个金锭 go， 然后马煤炭放在中间，有了烈阳之心，他能够干嘛？他叫做众神之神圣耀阿波罗烈阳之心，太难念了。不是，我可以问一下作者，就是消失了这几个月，消失了这一年，到底是受了什么创伤吗？他变年轻，他回到中二时期。哦，在圣耀阿波的，他是不是少打一个裸癌？各位，你们看，天哪，在圣耀阿波是谁啊？阿波的力量下，阿波听起来挺可爱的。带此道具的人可以感受到炽热之心，他能够得到，他可以修复伤口哎、欸，他能够修复伤口哎、欸，那可以修复我的伤口吗？交给你试试看啦，丢过去你吹吹看，修复你的伤口。你要给我食物，他是拿着就可以。我好饿，有危险吗？我好饿，我好饿。好，我给你。没感觉耶，没感觉是怎样？阿嬷没有感觉，他到底是有什么？他就是有在回血吗？要放在背包吗？就你身上随便一个地方，他应该就会慢慢的时不时的就没有啊。好了，垃圾了，下一个东西哈，下一个东西呢？哦，骨粉。你刚刚是讲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是说真是太棒了。是白色奇迹，哎、欸，我们好像可以修船嘞、欸，修船，对、哦，可以把船稍微修一修了。白色奇迹，这应该是要塞在我们的船上的。它需要空气纸跟铜锭。OK， 我们有看到铜吗？没有看到，没有哎、欸，铜哎、欸。铜是什么？我练东啊，讲了什么东西啦？啊，没有，还是前面有算吗？还是前面有铜的制作方式啊？没有铜的制作方式，没有铜的制作方式，所以铜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东西、欸、好，那我们接着要不要来去空岛上面看一下空岛上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啊！好 ，Go！ 走，前往空岛。那我在。拔猪空岛之前的哈，拔猪，我先跟这么惨了，我先跟小旺仔去空岛那附近看看好了。他说哪个被抛弃了？对，没有了，拜拜，被抛弃了，不会抛弃你了，给我留在家里，不会抛弃你，丢下来了，没有了，就在旁边而已啦，伐木区而已啦。等一下，我也要，他抛弃的报应好可怕。好啦，对我听不懂刚才说什么，刚刚是蛮可怕的，报应少女，辛苦了各位，来哦，我们这好像是跑酷。这就是他说的云彩，掉下去的人是小猪，欸、不是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闪闪哦，旁边有白白的，哎、欸，小猪哎、欸，各位，哦，原木，哎、欸，这边有木头哎、欸，啊，好，好笨哦，哎、哦欸，旁边好像可以，这是云吗？这可以踩吗？等一下、哦，各位，可以，哎、欸，迅卡走这条啦，哎、欸，迅卡们啊，走这条啊，我不走那条、啊，走这条啦，迅卡，啊，迅卡走这里啊，走这里啊，迅卡，走这里就可以走，迅卡啦，走这里啊。可以的啦，小光，我们没有办法等你哦、喔。那个，没事，我马上来。好，要准备下去了，准备下去了。去啦，这条就是为你做的、啊，逊卡路。你们先走。好了，珊珊，我们就可能我们要等到二十天才会看到他了。哎、欸，进化之虎、欸，哎，哇，哎，这个是干净的水水吗？干净的水。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游回去哦。你回来了，好，那到了这里好像要踩着云上去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哎、欸，我掉下去！救命，救命，救我！加油！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！闪！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快数滴了，我真的快数滴了！怎么办啊？你不要死，不要死！快死！游戏都没了，我在努力上去啊！25滴血在讲什么啦？吓死我！哦，我以为我快死了，吓死我！这可以挖吗？哦，哇、欸，这是一本走啊，这是一本书吗？等一下，有一本书啦，伐木区二跟什么？我身上好多东西，有地狱空岛，让我看一下下哦。这个木头就是木材，貌似前方的地狱空岛上需要的物资，需要钻石以上才能可以采集。我把书丢一丢好了，这书太多了，都丢完了。然后我们啊，我忘记读地狱空岛那本书了，小光麻烦你读，丢完了。
毒啦！丢完了，什么？我超有那个这个速效率的，你丢了，你同时跟着丢了，什么三三也丢了。好的，我们都踩一踩哈，啊，前面可以继续往前走，哎，十七个哎，蛮多的哈。再往，啊，好可怕，啊！不要看山，掉下去，掉下去真的要死了。不要，这可以踩吗？这个没有办法。会掉下去。竹林空岛，这位隐者，这边少了一个武字啊，隐武者吧。这位还是那个隐形的隐啊，这位隐者好像会用一些法术，没有充足的准备，场面被贪婪吞噬。好，我们先不要打这个，好，先不要打这个，好，这个感觉死会遭殃。好，我们先把装备都搞好，之后再来干这些东东，好不好？再来干这些大家伙。好，先把东西都准备，东西都准备。哎，这个感觉一集没有办法完结，这可能要是两集的一个小小的生存呢。我们先回去把东西整理整理整理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至少做出一个东西，然后打一个小 boss 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，打一个小 boss 来试试看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再来把我们的传承者烈焰神哦，这里是我们家要说几次啦哦。哦，哎，你们的那个，你们的那个中二到叫不出来的那个剑，给他弄一弄啦，打一打啦，这里啦。怎么啦？打什么东西？这里啦，烈焰神啊！怎么那么久了？你们乌龟哦！直接游过去就好了。啊，小光怎么还在这么后面呢？啊，我们刚刚在哪？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干那只，干那只！哎，先用斧头砍他一刀，然后再哎，刚刚听到声音的时候，怎么没有看到人？很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在这里啦，在这里，他躲在这里偷色。哎，小心，记得用那把刀砍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现在才拿到，你有没有在玩游戏啊？哈，打烈焰神的。啊妈妈妈妈妈妈！这种东西是交给闪闪在打的。我知道你饿吗？蛮饿的，是我的肉是棒棒。你自己想办法。没事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个苗友了？我们来做个铁质装备好了，好吧？来来来，凋零凋零凋零凋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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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啊！刁民，刁民，哎，我可以做强铁的武器啊！我再做个斧头好了，没有，有没有铁斧？有铁斧这种东西吗？我看一下下，铁斧，铁斧，铁斧，你看，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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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蔗，没有，好像只有甘蔗斧哎。对，就可以啦，甘蔗斧很强。好啦，我们就拿个甘蔗斧吧，拿个甘蔗斧吧。走，我们来制作一个简单的甘蔗斧出来，绝对不是这么做。甘蔗斧，感动。然后里面还有两根烈焰杆吗？我也想要有一根那根棍棍。好，可以给我两根烈焰杆吗？这样子我等一下自己要用的时候就方便多。来，我们把我拿剑收，超爽哎！哎，你拿剑收的话，那个剑是不是因为它是黄金的，应该很快就坏掉了？这个很快。暗黑凯撒诅咒剑，来，我们第一个要召唤的是什么？来召唤看看这个好了吧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个装备。有铁质装备的话，就先来做个铁质装备好不好？真的做不好。你以为我要做裤子吗 ？No， 铁质胸甲。啊，有了！那现在把我们用不到的装备先放到箱子里面去，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，箱子、帽子也穿起来。你们还有一块铁吗？只要一块就可以，有吗？一块，我丢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我没有铁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坦最前面好了。那小光，你把那个可以回血的给我好了，让我可以坦怪物，好吗？我是不知道它有没有用啦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我刚拿了一阵子都没有感觉到。好的，感觉到。我握握看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握看。好好，你握握看。那这个游戏死了就不会复活了，所以我就是你们躲好，死了就不会复活了。食物拿好了没？需要的时候就跑。拿好了，需要的时候就跑。多点食物好了，有点微。好，武器都拿好了没？那个铁斧拿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集的大王，好不好？第一集的大王，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好，备好的话就准备够够了。我先放逐这本书，你被放逐了，书呢？书这个，书按 Q 它就会消失了，真的呢。好，那他有说准备了呢哈，准备啊，怎么少一个人啊？准备了，闪闪的人呢？我准备好了，来啊，开始。你人在哪里啊？人呢？开始啊！你召唤啊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躲起来，你出来啊！你召唤嘛？繁殖大臣，繁殖大臣看到你了，三二一，召唤！什么东西？凋零骷髅，小心小心小心，闪闪，先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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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还好还好。还好啦，用我们的诅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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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符，用我们的诅咒符，用我们的诅咒。我们是诅咒什么？诅咒符，诅咒你啊！小光，小光，快挂！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我满血。是我挂？为什么？所以我们拿到了什么东西？我就拿到了一头拉库的煤炭哦，因为你是万磁王啊。哦，不，没事，他就掉一头拉库的煤炭跟骨头啦。这个不是王，这个不是王，这个不是王，不是王哦。哎，烫烫的哦，卖脑啦哦，在干嘛啦哦？带一直这样带的，带的好不好？带的，带的，一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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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
好，看完了，一袋一袋一袋砍他，所以啦，好，我们今天真的要打个王啦，那个王好像是要很后面才能打，那我们打打看这个吗？是你的吗？要打打看啊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各位，真的要小心哦，挂了，我好怕，三二一，召唤。哦，出现了！哦，召唤师啊，脑鬼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打中，先不要拿刀，哇，痛！直接拿负二，他死了，好快，好，拿我们的神奇，那个诅咒剑来打这个天上，该死，讨麦块最讨厌人的生物，是，他有掉东西吗？可以再召唤你，我可以再按，等一下，老太有掉东西吗？他说他会掉，铜锭，我找到铜了，各位，我找到铜哦，他是掉铜的啦。那你身上有吗？对，我这边有。哦，你们都有啊，你们都有啊。我没有啊。哦，打的才有，打的才有，没有打的才有。再召唤一只，又召唤一只，又召唤一只。好，一袋一袋一袋，先砍烂他吧，砍烂他。我的刀子快坏了，砍烂他啦，水啦。哎，我拿到绿宝石哎。哦，他会掉绿宝石，好，这个用那个诅咒剑打会比较好。你刚是用绿宝石打吗？我看到了，用绿宝石打他。后面那边有一只。水啦，带好，身上六个，好，我觉得这样子差不多多了，Alright， 今天的一男一女还有一个性别不明孤岛生存，差不多到这里可以断了吧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全新的小小的迷你小系列，下一次出不知道是不是下个礼拜，也许是下下礼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下一集我们乘着我们的千阳号离开这座孤岛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什么东东，大大的喜欢给他做下去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。